凡是此案，大理寺灭口，还有那对父女，董瑶搞什么孽啊？这背后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筹谋？去查清楚牵扯的每一个人。这些能对我做的势力，查，必胜任我连发之重。 我需要看看尸体，准是大理寺，请他想看就看。若是能够查明真相，就算是翻天覆地又如何？走。今日起，封闭不良井，所有出入口，莫要为难他们。这么查下去，怕是朕身边的文武百官，个个都不干净吧？ 神道大师将至，上马！上马！上马！你说你们还在为什么所谓的真相疲于奔命？ 你想做什么，就只管去做。我会活着回来的。打他！